直到15万预算，踩刹车有牌面，保值又稳定，不能买速腾，别干思域卡罗拉，定锐 L8 UNI-V 恐风不可以，咱可以买到 B 级车了，宝贝们，别克君威10万猫头直接落地，1.5T8AT 摇头晃脑，现在已经崩到底了。你要不喜欢美系车，凯美瑞20低配的全款现在落地也不到10万，新款的呀，宝贝们，9代凯美瑞，除了让人疲惫的 CVT 变速箱之外，它要对比本田雅阁和日产天籁，你还能挑出来啥毛病？那雅阁跟天籁的 CVT 变速箱，不纯纯铁铁吗？如果你想要皮实一点，来点机械素质，虽然现在阿特兹停产了，但是 1.5T8AT 的现代索纳塔11代，那玩意儿不也摇头晃脑吗？但是你别干低配，你得干个带大连瓶的14.98万的 Pro 版本。就这仨轿车，比他们仨更有性价比的，评论区你给我抠出来，但别抠眼珠子，不要抬杠。我给你们唠的都是这个价位，如果我自己去买，我会研究的车型。那其他车型就是废铁吗？我相信在座各位要说活的仔细，你能活过我这个二手车贩子吗？每天带你们了解新车二手车行情，你切记，我不可能让你白油顶。买完车的千万别看懂车帝降价排行榜，我怕你气得蹦起来。如果近期想买车，可以去懂车帝看一下，里面有最新的降价信息，让你买车不买贵。